郑达宏，郑达宏今天第一次上来是被三振，目前他的打击率3.04。那郑达宏最近的上来表现不错啊，所以已经是连续第五场比赛担任先发的第二棒。那牛队在下半球季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前两棒上来表现不理想。右边方向的滚地球，高国庆拦住之后再抛给彼得，刺杀了郑达宏2出局。很自然的反应啊。